Cellini Lelia Top Handle， 哎，3000套的销售佳绩，今天是最后的300套而已，而且我们有2种颜色让大家选择。是的，又是买包包的季节了。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包包呢是非常厉害的了，漂亮女人秘诀的套组，有的就是斜肩包，再加上一个背带，再来我们还有一个小巧的斜肩包，还有一个就是双拉链的钱包了。那我们正品的颜色呢，跟我们的这一个组件呢是相同的哦。是的，我们的 Lelia Top Handle 呢市价需要高达差不多300令吉哦，但是今天有赠品之余，价格也只需要149令吉而已，所以只有仅最后的300套，千万不要错过啦。天天精彩，天天哇哦！大家好，我是佳琪。大家好，我是 Emerson 杨贤。你知道吗？女人的衣橱里面呢，永远不缺一件衣服，但是也永远不缺一个包包，尤其是实际又好用的包包。对，那最重要就是呢，我们想到包包要很好很好看的包包，人家觉得很贵，对不对？是的。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包包呢，其实价钱不会很贵，而且最重要就是呢，看起来也非常的好看的，就好像佳琪拿着这样子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再配上这样的包包，很好看，对不对？谢谢你呀、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女生呢，一定要拿起包包起来的时候呢，自信十足之余，这个包包一定要好用。那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意大利品牌我们 Di Cellini 的 Top Lelia Handle。那今天呢 ，Lelia 这个包包呢，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看一下，我们有2种颜色让大家选择，包括说我们的焦糖色，还有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橄榄绿色。我觉得这个呢，是时下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颜色。当然，焦糖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所以呢，搭配起来都是非常百搭的。是的，最重要就是呢，除了颜色之外，你们不要忘记哦，你看看我们今天颜色是大，有点深色系这样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戴在身上的话呢，会显白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正品这方面呢也是非常贴心，给大家套组呢是上面根本找不到的。除了我们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包包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斜肩包，还有一个小巧的斜肩包，再来呢还有一个双拉链的这个皮夹或者是钱包呢是要送给大家的，也是有2种不同的颜色，非常体贴，对不对？是的，你看一下啊，正品已经是有3个包包了，这么多，所以你今天呢一共是带回去4个包包，这么多。当然先来说一说我们主要的这个就是我们 Lelia 啦。 Lelia 呢，第一个你看过去它是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线条方面呢是非常的利落的，有没有？然后呢前面这边呢，我们是使用了高级的一个 PU 材质，高级的 PU 材质呢，今天呢它的那个就是耐刮啦耐脏的一个部分呢都是1:1的。这个 Napa 牛皮呢，其实呢就可以让它更加的柔韧，而且呢你戴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它会保持一个硬度，但是呢绝对不会说你戴上去的时候它是非常硬不舒服的。而且你看一下前面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安全的措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条就是我觉得说它是可以保障我们包包安全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扣钮。这个扣钮呢，其实你只要这样子拉起来之后呢，下面这边就会有一个纽扣，打开来之后呢，我们必须还要这样子打开它，所以呢你的包包是非常的封闭的哦，在我们扣起来之后，然后打开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是有3层的隔层，也就是1，然后中间2，后面一个3。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它里面的一个深度是非常的够的，所以今天呢你这样子放进去，或者是你 A4 paper 啦，甚至是呢宝宝一些比较大的奶瓶啦，都可以全部放进去，所以呢它的那个用处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呢是锁死的，它不是拿来拆的，所以呢它就不会到处跑。再打开之后呢，你看里面又有不同的这个什么呢，不同的一个 compartment 啊，包括说这边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放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拉链啊锁匙的一个部分啦，或者是小样的东西啦，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这边里面。当然呢转过来旁边这边呢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另外一边我们可以放我们的就是这个钱袋啦，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等等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呢除了说它有这个更好的一个安全措施之外呢，当然也要看一下，就是呢它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容量，看到吗？这边一个大的容量呢，基本上呢你今天如果说要塞进任何一个东西的话呢，甚至是衣服啦围巾啦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转过来后面这一边呢，它也是非常简约的设计，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最重要的是这一条东西，就是我上面的这个 handle。这个 handle 呢，你可以看到呢，它是比较厚的，不像外面呢，可能说它比较细一点。你穿起来的话呢，可能带重一点东西的话，就会勒到你的这个肩膀啦，非常疼痛。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当然，除了说我们的主要的配件之外呢，今天我们是有三样赠品要送给大家。是的，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期待，就是想要知道我们的这一个赠品呢，我们的 free gift 呢是多么的厉害。其实我们一点也不马虎，因为我们呢这个 free gift 的材质呢是跟我们这一个主要的这一个包包的这个材质是一模一样，是 PU 皮革的哦。那首先呢来看一看我们外面这一边，看起来是同样的颜色，这个绿色有小小个的这个 D Cellini 的这个浮水印排在这一边啦。那再来也不要忘记，同样的这个设计也是有一条这一个东西，那你不要忘记哦，把它打开了过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有一个安全的措施，这样打开过后它是有一个这个纽扣在这一边的。那当然除了纽扣之外呢，我们也是非常贴心给大家加上了一个这个拉链啊，有拉链又有这个纽扣，是额外的安全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斜肩包，你看我们的这个容量呢也是蛮大一下的，因为除了这个容量大之外呢，我们里面还有这一个隔间，那我们里面的隔间就是在这一边啦。你看哇，隔间就可以放我们一些重要的证件啦，赠品也有这个隔间，这真的是不得了。是的，那也就是说呢，在你去旅行啦，一日游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包包带上，又或者是说我们去一些小宴会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带在身上的。那最重要就是呢，今天你把它带回去，你觉得多对不对？其实是可以跟家人啊，你的女儿一起来做这一个分享的。那再来接下来的东西就是呢，我们今天有了包包过后，哎，可能有一点不完整这样子哈，我们就把这一个送给你了。有的就是我们这个双拉链的皮夹。一样是这一个，你看，哎，一样绿色的哦。当然也是有双拉链。双拉链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有两个隔间，你看一个隔间，而且它拉链很顺呢。对。那你把它打开过后，那你有那么多的 cash 跟 credit card 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啦，很方便耶。因为女生呢就是有很多卡的卡啦 receipt 啦，然后又有现金啦等等的，这个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记得今天呢不只是一不只是二，我们是有三样赠品送给大家，149令吉你一共是带回四个包包这么多。对，那第三样赠品呢就是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的，因为这个非常小巧啦，这是我们小巧的这个斜肩包，你看一看它这里呢就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小小个的点缀在这边，让你的这个包包挂起来的时候呢是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一样把它打开过后，这个呢就可以适合在你去出去 shopping 的时候啦，把你的钱包啦 handphone 啦都放在里面。你看它的深度是我的手掌大一样那么大，所以呢就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放在里面。最重要就是呢你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一个东西呢或者钱包中的东西会因为没有这个扣子而弄不见的哦。是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那个赠品呢你可以在平时的时候用这个 Lelia 大包包呢，今天可能说呢你要去上班的时候啦，出去可能说一些旅行的时候都可以用到。而且很棒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到吗，就是呢它不会夹到我的一个腋下，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呢它的这个就是够长的时候呢，你不会讲说它这样子跑起来对不对，你这样子夹着就很难看啊对不对，但是呢它是这样子放下来的时候呢就非常的优雅，而且呢不会让你觉得说呢非常的辛苦。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这样子摆起来的话呢，无论是你要去出席晚宴，或者是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甚至是一些 office 的话呢，其实呢都非常的好看哦。是的，你看挂在佳琪的身上呢，你看起来哈、哦，它的那个颜色那方面呢是特别的吸引人，尤其是橄榄绿这种神秘的感觉呢，其实哈、哦。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敢戴这个颜色，但是今天你把它带回去再加上这样的 design， 其实呢它是很大众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颜色来的。是的，主要是东西主要是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包包的话呢，它第一外形要好看。我觉得说呢我们华人呢喜欢的东西就是非常简约的，不要太复杂，你可以看到那些线条呢都是非常的利落。是的，当然呢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低调的，这下面有一个浮水印对不对、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capacity 啊，容量啊，容量呢其实是一等一的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妈妈的话，你要出去的时候宝宝的东西超级多对不对，对，然后还要加上你自己的东西的话、你没有一个大包包是根本呢装不进所有东西。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包包，你看起来哦它是一个还是立体的设计对不对，你完全看不到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没关系，现在打开让你看一看哦，有我们的这个温水壶啦，
宝宝的一个奶粉瓶啦，还有这些啦，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超多东西的，真的。然后呢，我们有三个隔间嘛，所以呢，你就可以分开来，中间的隔间呢就可以放我们的钱包啦、电话啦，还有我们一些化妆包啦，甚至是呢后面呢，你看小朋友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衣物啦，然后 baby wipes 啦，甚至是他们的纸尿片啦，还有这些粉啦，很多东西。超多的，有没有？而且你看一下桌子上这些呢，全部呢都是可以把它放进一个包包里面。哎，而且哦，从外形看起来，它完全好像没有装这么多东西耶，对不对？是的，当然你装了东西过后呢，也没有怎么样讲，就是这个走形的这个情况会发生。那最重要就是能够装了那么多东西，对，我们可能会很重，对不对？不要忘记哦，我们的这个肩带呢也是非常的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会勒到你的这个肩膀。那再来呢，今天我们要说的东西就是我们说到照顾这个部分，每个人都很担心嘛，就是我们在做这一个照顾的部分要花很多的功夫，但是不用哦，因为我们有的是这个 PU 的皮革嘛，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在喂奶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是把这个奶啦倒到我们的这个包包上面，怎么办？哎呦，天哪！它会吸进去里面吗？完全是不会，因为你只需要轻轻的用这个布这样抹一抹，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污渍呢，或者是这一些肮脏的这一些奶水呢，都清理掉了。所以呢，它就更加的容易清理啦，不像是可能说外面的一些包包呢，你要顾它还要多过顾你自己，对不对？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呢，你怎样用就怎样用。对。今天呢，149令吉呢，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就是 Lelia Top Handle 给带回家，之余还有三样赠品给送给你。是的，你看我们赠品真的是很体贴了，这个套组完整到你不敢想象，为什么呢？我们一个斜肩包，再加上一个小巧的斜肩包，还有双拉链的皮夹，是通通要送给你一个那么完整的套组，再加上那么漂亮的颜色，再加上那么厉害的款式，你可以在哪里找得到？就只在 CJ Workshop 找到，对不对？是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呢，你在外面呢买我们的这个 Di Cellini 的一个包包呢，一个罢了哈，你可以看到原价是多少钱呢？原价呢就已经是299令吉，但是今天呢，你是买一送三的一个大优惠，你是直接省下了150令吉这么多，因为呢149令吉就可以把三加一的一个，应该是讲一加三的这个大优惠给带回家，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Di Cellini Lelia 给带回家。销售佳绩是来自我们 Di Cellini Lelia Top Handle， 最后限量300套而已，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啦！是的，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最重要呢，它是由这个 Napa 高级的这个皮革呢制成的哈，它的触感柔顺又非常的柔滑，不容易刮花，防水耐脏，易清理又容易保养哦。是的，当然你可以看到它是拥有一个超大的容量的，所以呢你所有的 A4 文件都可以放得进去。但是呢它很轻巧哦，所以更加的实用。是的，上班族非常实用了，因为你看它有这个双层安全的扣带啦，可以加强保护我们重要的这个物品和文件哦。是的，这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漂亮女的话，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秘诀给带回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送给你的是我们的斜挎包，加上这个背带以及小巧的一个斜挎包，还有双拉链的钱包。是的，最重要就是呢，四价原本是299令吉啦，今天大节省啦，省了150令吉那么多，只需要14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个包包给带回家了，最后300套而已哦。Di Cellini 呢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哈，所以呢，你看它设计出来的这个包包的款式呢，都是非常的简约的。所以呢，简约的话呢，无论你的年龄大小啦，今天你是上班族也好，你是妈妈也好，甚至是呢，你是今天可能妈妈也好呢，就是比较有年龄的妈妈的话呢，其实都可以用得上它。你看一下，就好像星星这样年轻朋友哦，他就可以使用我们赠品之一，就是这个斜挎包，可能说里面放一些我们的这个手机啦，然后一些零钱啦，就可以出门了，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个哦是送给你的，一分钱都不用给哈。是的，那最重要就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设计很简约之外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颜色了，对不对？那我们说到颜色，今天给大家有的就是焦糖色，还有这个橄榄绿。那其实这两种颜色呢，是尤其是绿色啦，带有点小神秘，但是是万年不败的颜色来的。而且你看哦，盈盈背上去之后呢，就有一点小清新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呢，你看一下呢，绿色呢配在我们这个灰色啦，
或者黑色的裤子身上呢，它不会这么的 boring 啦。对，因为呢我们很多人讲说这个焦糖色我已经有了，因为它是很经典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选择我们的橄榄绿。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经典的颜色呢，当然呢你觉得说要比较保险的话，这个呢就是你的选择啦。而且呢我们外面是使用高级的人造皮革，所以呢更加容易打理，但是内层呢我们是使用高级的 Napa 小牛皮，就更加的柔软。所以呢今天柔软度够的话呢，你的包包呢你拿起来就不会觉得说会割到手这样子啦。当然今天我们的 D Cellini 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容量是超级超级大的，有没有？是的。所以呢超级大的时候呢，你要，因为我们女生哦，什么东西都丢进去我知道 OK， 但是里面一定要有够的 compartment， 对，你才不会显得那个包包很乱。我们今天呢主要的这个 Lelia 呢，里面就有三层的隔层，是的，所以你放东西的时候呢会特别的有整理，有纹有路啦。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是限量300套，哎呦，你看我们这300套不只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包包那一而已哦，我们还有赠品要送给你。你看我们每一个赠品都是非常有心思非常贴心的，你看就连我们的这个斜挎包啦，小巧的斜肩包，还有我们的这一个那个双拉链的皮夹，都是用这个纳帕牛皮制成的。所以呢你看它的设计看起来好看，颜色呢更加是不在话下了。你看绿色有带一点小神秘啦，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焦糖色，也是这个万年不败的颜色，搭在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都可以。你看就在佳琪身上，今天她穿白色搭上这一个我们的焦糖色也是没有问题。那想想一下，你穿这个黑色啦或者是灰色的这个裙子的话呢，其实把它带在身上呢也是非常的搭的哦。当然不要忘记今天只有300套而已，那女人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包包够大，大的来之外呢颜色又要好看，好看的过后我们要看它的那个隔间嘛，里面隔间又足够。当我们的隔间足够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哎，我的东西放哪里的，我的锁匙放哪里呀、啊？真的，我们每次都在找哦，很多时候呢你都是在找这个锁匙的时候呢让那些匪徒有机可乘， 对不对？那今天呢有了隔层之后就更加的安全，加上我们还有这个安全的扣带哦。今天记得149令吉，你是把我们的 Lelia 给带回家之余还有三样赠品，也就是三个包包这么多，你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只是见最后的限量300套而已，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 CJ Wow Shop 的手机用程式，把 Lelia 给带回家吧。哇哦，你看从今年1月到现在已经卖出了3000套，这么棒哦，但是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00套而已。是的，证明有很多人在抢购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漂亮女人秘诀的套组来的。首先我们有这一个斜挎包啦，再加上一个背带，再来呢我们有这个小巧的斜肩包，还有个双拉链的皮夹。我们正品的颜色呢跟主件是相同，你看我们的这个正品总值已经去到了307令吉。什么？正品总值已经是超过300令吉，但是你看一下整个套组呢，哎，只需要它的半价而已哦，149令吉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剩下最后的300套而已，所以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啦，赶紧拨到我们的热线吧，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把 Lelia 给带回家。是的，今天你来看一看呢，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两种不同颜色的这个包包了。首先有的就是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这个橄榄绿色。那我右边呢又有的就是我们这一个焦糖色。那如果你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橄榄绿带回去的话呢，其实呢就有一种万红中的一点绿的感觉。Wow. 那从男生的视觉看起来，哎，这个女生有点小神秘，然后呢又很有气质，看起来呢是有点小酷酷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太过的这一个高傲了。那当然这个焦糖色这一边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个颜色呢是非常非常的搭的。那搭我们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没有问题，看起来就是有点小小文艺的女生的感觉。那今天把它带在身上呢，不管是我们的年龄层次是去到多少岁，都是很适合的哈。是的，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 Top Lelia 呢，从今年1月到现在已经是卖出了3000套了。这就是为什么它那个受欢迎的地方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一下，首先呢，它的线条是非常的利落的，有没有？而且呢，它整个呢是非常的立体的一个。
个设计，所以呢不会像一些包包呢就塌来塌去的。外面这边呢就是我们高级的一个 PU 材质啦，这个 PU 材质呢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耐脏，然后耐刮。所以今天呢你可能说要做一些你要拿去哪里做的话呢，或者是要拿去哪里用的话呢，你都不用担心讲什么呢，就是它很容易呢被摧残，对不对？是的。有时候我们保护包包保护的太够力的时候呢，自己都没有保护得到。当然中间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利落的一条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安全扣带。这样子打开来之后呢，它这边是有一个安全扣的，然后呢你还要再把它这样子穿出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保护我们包包的一个措施啦。那这样子翻过来之后呢，你又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高级的 NAPA 小牛皮的一个材质。这个小牛皮的一个材质呢，其实呢它就更加的柔软，但是它更加柔软的时候呢，其实它也很容易清洗啦。柔软起来的时候呢，它还是可以保持一个立体的形状，是很棒的。当然今天打开来大家不要眨眼哦，你可以看到里面是三个隔层这么多，有没有？这边一个，然后中间一个，后面这边再来一个。主要是你可能说今天这边放一些东西，这边再放一些东西，后面再放一些东西，都绝对没有问题。然后 A4 paper 的纸，你看我整个半个手臂已经进去了，对不对？就证明说它的容量其实有非常的大。而且呢今天你如果说哎呀我还是觉得不安全，没关系，你的钱包啦或者重要的文件你就可以放在我们中间这里。因为中间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 compartment， 看到吗？所以呢中间这边呢，除了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拉链的隔层啦，比如说你要放我们的一些小卡片啦、化妆品等等都没有问题，甚至是呢钱包也是可以把它放进去。当然今天呢这个五金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的，你看吗？一些呢全部都是晶晶亮亮的东西。转过来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就是它就一条直线，是非常利落的一个设计。当然今天呢旁边的话呢，下面的话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五金的设计。这个五金的一个扣钮呢，其实放在下面的时候就不会刮花你的包包，你放在哪里都绝对不用担心。是的，当然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一个正品这一方面呢，今天把大个的这一个包包带了回去过后，我们的这个套组里面呢还会有三个不同的正品。那么每个正品呢都是非常贴心啦，非常的就是大方的来做给大家的。因为呢我们是用同样的材质做给大家，首先来看一看，一样是这一个焦糖色的。那最重要就是呢它的设计呢跟我们大个包包差不多一样哦，有一个这个带带在这边，然后呢也是一样的。为了安全的这个措施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扣子的方法打开了过后，里面你看还是有一个拉链在这一边的哦。那我们拉链呢也是用这个你看非常有心思的这个拉链来给你制成的。那拉链打开了过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隔间是非常的大的哦。那隔间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 compartment 啦，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放下你的手机啦、你的这一个钱包，你不用担心它移位然后找不到，好像无底洞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时候再打开，哇，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哇，我们这个双拉链的皮夹也是要送给大家。那来看一看这个双拉链皮夹，非常的简约的设计，最重要就是呢我们有两个隔层那么多，这个超实用的好不好？把它打开过后你可以看到里面一二三，哇，里面可以放多少的钱，可以放多少的信用卡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你不用担心哎什么带不够啦，什么会不见，这样子通通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啦。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今天呢除了说有我们的这个两个包包就是要送给你之外呢，当然还有我们的小的斜挎包。而且我觉得说女生呢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斜肩包的，因为你不用带太大的包包出去的时候呢，可能出去玩耍啊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就这样子带着，然后呢今天呢可能说你要去看衣服的时候啦，因为它是一个斜挎包嘛，所以呢就很安全的在你的前面，然后你就可以手这样子动东西，对不对？非常的方便。是的。当然除了这个赠品之外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赠品也要是送给大家的。是的，那我们最后一个赠品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小巧，然后呢用起来也是非常的实用。首先它这里前面的一个小小个的这个设计啦，有一个小小个的吊坠，看起来是非常好看的。那把它打开过后呢，今天你要去 shopping 的时候啦，你要去一个一日游啦，从酒店出发的话，你要把电话可以放里面，护照也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呢把它安安全全的这样锁起来。再来呢，当然每个人的高度不同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在左边跟右边这一边呢来做一个调整啦，那就是去来调整我们的这一个长短。那我们就是说如果比较高的话呢，你就调到比较长一点点，那我们就可以
安安全全，然后稳稳定定、舒舒服服的，就是挂在我们的这个肩膀上面。是的，主要是什么呢？今天这个套组呢，不只是你自己可以用哦，因为呢，主要的大包呢，你就是可以自己用，但是呢，赠品就可以给你的这个女儿啦，或者是你的朋友啦、邻居啦一起用。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看一下，今天呢，它的这个高度呢是刚刚好在我们的腋下的，对不对？很多人的包包会这样子拿，哎呦，很辛苦，然后又很丑，手臂会看起来比较大，对不对？但是呢，放下来之后呢，就更加的优雅，而且呢，它比较贴近你的身体的时候，就更加的安全。当然，今天这个焦糖色我已经不用说了，它是一个百搭的颜色，穿白色、红色、蓝色、黑色呢，全部都可以很容易的配搭我们这个颜色。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它整个设计是非常简约的，不会太复杂。所以我觉得说呢，年龄层的话，比如说你比较年轻一点啊，上班族啦，甚至是你是妈妈的话啦，或者是你有一点年龄的安迪的话，其实用起来都非常大方和好看。是的，那最重要就是呢，今天刚刚佳琪有讲了嘛，对不对？我们套组很大，你可以去跟你家里的女儿啦、妈妈来就是分享的。是，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呢，我们的这一个包包呢，我们的款式真的是很适合大人跟小朋友，就是来带在身上的。是的，那你们可以出去的时候就变成母女包了，对不对？对呀、啊，所以你看一下呢，今天呢，如果说妈妈们要去中国旅行了，对不 对？一定要拿一个好的包包，又好带的包包、最重要是什么？容量要很大的包包。因为呢，你今天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包包呢，你看从外形看起来它还是非常立体的，对不对？但是你永远不知道里面到底它装了什么东西。现在打开来让大家看一下，而且呢，它有这个安全锁扣呢，也可以很安全的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放在很安全的固定在里面。首先呢，这个雨伞啦、一定要有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化妆包啦，整个很大个。然后呢，你看一下中间这边打开来呢，里面一大堆东西，看到吗？所以呢，比如说太阳眼镜啦，然后我们的这些锁匙啦、钱包、电话啊，我们的这个平板电脑啦，还有什么呢？这个太阳帽很重要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小风扇也是很重要。当然还有什么呢 ？OK， 完了，你看今天呢，这样子一个包包呢，主要是什么呢？你今天要去我们的这个就是旅行的话，的时候全部哦，一下子可以全部呢包进我们这个小包包。外形呢，它看起来是小，但是其实它容量是超级大的。是的，感觉看起来是怎样？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拔宝袋一样，里面什么都有。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说到照顾这一方面，出去的时候难不免就是会弄到一些水啦、流汗啦，对不对、但是今天你不用担心啦，因为呢，把它带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材质是非常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很难去清理它。要不然呢，就是说，你不小心倒到这个牛奶或者是下雨啊，下雨的时候怎么办啦？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材质呢，里面的东西会湿透的。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我们在清理这方面也是非常简单。你看这样抹一抹吧，好方便哦，就干干净净了。真的，有时候小朋友啊，你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沾到那个什么番茄酱啦、什么东西的，你都可以用湿纸巾呢，把它轻轻的抹一抹呢，就非常容易打。今天呢，给大家就是这么实用的一个 Lelia 呢，我们还送给你另外三个包包，这么多，等同于说你是买一送三，但是只需要149令吉而已。那最重要就是呢，你看我们还剩下300套而已哦，也就是说，你看我们马来西亚那么多的观众会在抢购这个包包，所以你们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两种不同的颜色让你们选择。那当然呢，如果你又喜欢焦糖色啦，又喜欢这一个橄榄绿的话，两个都把它带回去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是买一个大大的包包，里面呢就有送很多不同的小小个的这个赠品啦。你看是买一送三的优惠，市价原本是299令吉，给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省，节省了150令吉，就只需要149令吉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个包包给带回去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马上拿起你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手机应用程式把它抢购回家吧。Let me hear you say I'm ready. I'm ready. Come on. Now slide, slide, slide to the bar. Shine, shine, shine like a star. Yeah. I said I wanna see you slide, slide, slide. 是的，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个 Cellini Lelia Top Handle 的这一个包包啦。你看，我们从2019年1月至今呢，已经卖出了3000套那么多，今天就只剩最后300套了。是的，有2种颜色让大家选择哦。今天 Cellini 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你看到内衬是使用 Napa 的高级皮革，所以触感是非常柔润，还有顺滑的，不容易刮花，防水耐脏，而且非常容易清理和保养。是每个女生的这一个好消息来的，因为它里面有超大的容量，那上班族呢可以容纳 A4 的这个文件呢、更加的轻巧，更加的实用哦。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 Lelia 呢给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套组哦，包括说我们的主包包之外呢，另外还有3个包包要送给大家，只需要149令吉而已。是的，不要忘记呢，你看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还有一个双层安全的这个扣带啦，可以加强保护我们重要的这个物品还有文件咯。是的，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对不对？你看看刚才我说的这个赠品呢，总值高达307令吉，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斜挎包，加上它的背带，以及小巧的斜肩包，以及双拉链的钱包，全部颜色跟主件相同。是的，今天我们 Lelia Top Handle 的这个包包呢，市价原本是299令吉，大节省，听清楚，省了150令吉，也就是一半啦。你只需要付149令吉，就可以把最后300套给带回家了。是的，赶紧抢购吧！说的各位靓仔，请看过来，149令吉，你可以带回去4个包包，这么多，而且呢，今天只是最后的300套而已。这个包包呢，之前呢，我们真的是卖得非常的好哦。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年龄阶层方面呢，就好像星星这样子呢，非常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带一个比较小巧的，这个是我们的赠品之一哦，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斜挎包出去，里面呢放一个我们的这个手机啦，或者是一些零钱、钥匙就可以出门了，非常的方便。甚至是比如说今天好像莹莹这样子要出国旅行的时候，你看她拿的是我觉得啦比较流行的一个橄榄绿的颜色。这个橄榄绿呢，可能很多人不敢尝试，但是我要跟你说，它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颜色之余呢，它的感觉是给大家觉得说它有一点特别，而且有点小清新自然呢。你看一下今天 Emerson 呢戴在身上啊，也不会觉得突兀，对不对？哎，这个送给女朋友就最适合啦。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因为今天女朋友除了有大保守之外呢，还有另外3个小包包同样送给她，你说她是不是高兴到嘴巴都裂掉了？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身上的这个 Emerson 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斜肩包，还有双拉链钱包，全部都在我们的套组里面呢。这个是赠品。当然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给大家我们 Top Lelia 的一个大包包。这个大包包呢，主要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容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无论说你是上班族，甚至是你是妈妈，要放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朋友的东西啦，或者是你是这个靓仔啦，每天要去旅行的话啦，这个呢其实装得下很多东西。那最重要的就是呢，今天我们2种不同的颜色啦。那首先有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焦糖色，再来有的就是橄榄绿色。那如果你们在懊恼，哎，要买哪一个颜色回去的话呢，其实你要两个颜色把它带走都没有问题哦。因为我们这个橄榄绿色，尤其是这一个今天呢佳琪戴在身上的时候呢，它穿起来你看它是小清新，但是加上了我们今天这个包包是非常有气质的感觉的哈。那看起来就是有点小神秘啦，感觉上哎热情奔放一点点，然后呢又想要去，如果想要去搭讪他的话呢，就有点小保守那种感觉了。今天把这个包包带在身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凸显你一点小神秘，当然也不失就是大方的这个气质啦。那今天他把这个包包带在身上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呢都放在里面的哈，因为包包够大嘛，你就不用担心它好像无底洞，好像黑洞这样，什么东西放了进去给你吞食掉它，找不到你的锁匙，找不到你的包包，再也找不到你里面想要找的东西了。真的，因为女生就是有时候有一点点小糊涂，对不对？只要看到大包包的话呢，就要什么东西全部都丢进去，但是如果里面没有好好的一个就是 compartment 跟分隔间的话，真的很麻烦。但是今天呢千万要记得，我们是限量300套而已，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意大利品牌 Cellini 的 Lelia 给带回家，而且再赠送给你价值超过300令吉的赠品，也就是3个包包这么多。
你可以看到的是，重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呢带给你的是这个 Lelia 的一个大包包之余，这个是焦糖色，另外一个颜色呢就是我们的橄榄绿，两个呢都会送给你三个赠品，然后包括是我们的双拉链皮包啦、斜挎包啦，还有小型的一个斜挎包等等的。哎，赠品总值已经是超过300令吉哈，但是全部只需要多少钱？只需要149令吉就可以把整个完整的套组给带走了。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不管是上班族也好，妈妈也好，赶紧拿起你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呢更快的方法哈，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赶紧把我们 Cellini 的包包给带回家吧，我们在等你哦。今天两种颜色，橄榄绿和焦糖色，让大家选择，但是只有最后的300套而已。你看一看，从2019年到现在呢，已经是卖出了3000套，这么棒的一个成绩哦。是的，也就是非常多人都很喜欢我们的包包。要做漂亮的女人的话，秘诀的套组就在这里了。首先呢，我们的套组里面会送给你的就是斜挎包，再加背带啦。那当然还有一个小巧的斜肩包，还有一个双拉链的钱包。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赠品的颜色呢，跟我们组件是相同的。你看，总值已经去到了307令吉。超划算的，有没有？赠品总值已经超过300令吉，但是你看一下，整个套组呢只需要不到一半的价钱，149令吉就可以把它给带回家，而且今天是最后的300套而已，所以各位靓仔千万不要再等了啦，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 CJ Pop Shop 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女人的话，包包太小的话，我是绝对很讨厌的，因为呢要装东西都装不完，对不对？如果你是妈妈的话，你更加会知道，讲说又要塞小朋友的东西，又要塞自己的东西，如果包包太小的话，整个包包就会拱拱的很丑，对不对？但是今天呢，你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 Top Lelia，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容量是非常的大，之余呢它外面的一个设计很简约，而且是很立体的一个感觉。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橄榄绿呢，外面呢使用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高级的一个人造皮革啦。这人造皮革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很容易打理啦，然后呢它是防水的。今天呢可能说你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一些番茄酱，或者是弄到一些水的话呢，它只要用我们的这个就是湿纸巾轻轻的这样子擦一擦就可以了。而且呢它是很柔软的，今天也不容易被刮花，所以不容易被刮花的时候呢，可能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就是钥匙啦不小心刮到啦，或者去到哪里啦被铁丝刮到的时候呢，它不会有刮出一痕一痕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不用担心讲说包包看起来会非常的不好看。那今天这边前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啦，就是一个安全锁扣的设计，上面呢你还要这样子穿过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说对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啦，因为呢它是一个安全的设计，当然打开之后里面是有3个隔层这么多，前中后有没有？然后呢这一个呢放进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那个就高度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呢半个手已经是进去的时候呢，一些A4 文件啊大的文件你都可以塞进去。而且中间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安全的一个设计啦，就是你觉得说我们的钱包啦我还要再加强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放进去这边，当然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隔层，看到吗？因为呢今天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拉链的设计，一些重要的文件啦，或者是我们的化妆品都可以放在这边。是的。那今天呢很棒的东西是什么呢？除了说这个之外呢，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到这个 handle 呢它是比较粗一点的，比较粗一点的话呢，你带一些比较重的东西的话呢，你背起来你也不用担心讲说呢你的肩膀上面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勒痕，因为就是够粗嘛，够粗的话你今天这样子带的时候呢就更加的方便和安全啦。那最重要的就是呢不要忘记哦，今天我们的这个容量也是非常的大啦。那说到容量大的时候，不只是装女生自己的东西而已，有时候你跟男朋友老公出去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会叫你，哎，老婆女朋友帮我放我的钱包，帮我放我的电话，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那当然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包包会变重，再加上今天我们有的这一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handle 呢它是比较宽大，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今天我们还要送给你就是我现在背着的这一个，看到吗？这个斜挎包非常的好看，对不对？你看同样的这个材质来的哈，也是有一个双层的这个扣带的安全的这个措施，把它打开了过后呢里面呢的这个拉链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哈。那拉链把它拉开了过后呢，
我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容量啦，那容量是非常大，然后里面也是有隔间，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个钱包啊，你的这个证件呢，都安安全全的放在里面。怎么样的时候适合用呢？就可能我们去一日游的时候啦，又或者是去 shopping 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带在身上的，那你就不会显得哎好像很笨重，很多东西这样子哦。是的，所以你看一下呢，今天呢，无论是你要带这个大的包包啦，就是你要去上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带比较大的容量的包包，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放在车上是我们的赠品的话呢，就可以换成我们这个小包包。小包包呢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呢，就是它可以挂在你身上，这样子呢你今天要出去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简单，而且呢非常容易移动，对不对？对。它当然呢，它的这个设计呢也是我觉得说有一个双重的安全，除了这边上面还有一个拉链，当然今天呢你要选衣服的时候，斜挎包就是最简单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斜挎包的话，你手不用去这样子夹着它的嘛，对不对？嗯。所以呢你手不用这样子夹着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做的东西啦。是的，还有一个最喜欢大家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呢我们带这一个小小个的这一个啊斜肩包了，对不对？小朋友咩？小巧，那小朋友也可以用。小姐啦，那比如说你的女儿啊，在读中学的时候，对，其实他们有带电话，对不对？然后有一些证件，他们出去 shopping 的时候，跟朋友出去走街，其实可以把它带在身上，因为里面呢它的那个容量也是蛮大的，可以放到他们的电话，还有这个钱包，还有钱都可以把它带在身上。所以呢，妈咪把这一个套组带回去，那小个的这个包包呢就给你的女儿，就读中学的女儿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是的，因为呢这个是赠品之一嘛，所以呢你一点都不需要给钱呢。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已经是想到了，比如说你要用到斜挎包，你要用到斜肩包，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钱包一定要有、啊、对不对？那很多人都头痛了，买了包包我还要分开去买钱包，钱包颜色又不一样哦。对，很难配，对不对？但是今天呢你把一个套组带回去，你就可以把 D Cellini 这一个，你看这一个意大利品牌的这个钱包，还有这个整个包包套组给带回去，你看拉链是非常的顺的，你看这样 zip 这样就开了、哦、再来一个 zip 又开掉了。里面最重要的是你看一二三，把你所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钱啊，还有你的这一个身份证，还有你的这一个信用卡都放在里面，完全是没有问题哦。你不用担心哎，隔两三天你就要把东西丢掉，它 receipt 拿出来，一个月再来清理都没有问题哦。真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呢，就是完全是让女人呢更加有什么呢，就是能够打理的一个包包的一个套组啦。今天我们有两种颜色，包括我身上这个呢，我觉得说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橄榄绿的一个颜色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焦糖色。这个呢我觉得说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不会这样子OK gap 在你的腋下， gap 在腋下就很像安迪，对不 对？ 对。但是呢今天放下来之后呢，其实更加的优雅。当然呢今天呢你比如说你要去做东西的话呢，其实呢这个我觉得它我很喜欢，就是它的一个肩带啦。这个肩带呢其实呢它够厚实，够厚实的话呢它就不会勒出一个红痕，而且很容易配搭，有没有？今天呢你穿白色的话，戴上我们这个橄榄绿的话，其实呢它是很容易吸引到我们这个目光的，就是万红中的一点绿的意思啦。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啦，就是我们有这一个橄榄绿色，你看除了橄榄绿色之外呢，我旁边还有的就是这一个哎焦糖色，两个不同颜色非常好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绿色好不好？那橄榄绿呢就其实会有点小神秘的感觉，那戴在身上的时候又不失大方，也就是说呢其实这样佳琪讲的这样啦，你把它戴在身上呢你是会夺走很多人的目光的，是因为跟一般的不同啊。对，那当然呢再来这个百搭的颜色，有的就是这个焦糖色。你看到我们走街的时候，我所有的包包呢都是 brown color， 都是棕色。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它这个百搭的这个特征在里面吧。你今天把它戴在身上的时候呢，不管你搭怎么样的衣服，什么颜色，怎么样的 design 呢，都是可以非常好的衬托出它的颜色 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最独家的特价，只需要149令吉。最重要是什么？一再的强调，今天只剩下最后的300套而已，卖光光之后呢可能我们再也不会出了。所以呢149令吉呢非常非常的值得，之余一定要说一下，今天呢如果说你的包包不够大的话、嗯、你是会面对很多问题。你那时候 A4 paper 来要拿在手上啦，走的时候又不小心掉下来、啊、是的。如果说可以放进包包里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 D Cellini 呢我觉得说它的那个设计很适合各年龄阶层的女人啦，包括说妈妈啦，甚至是我们上班族啦，或者是呢你今天是 Lengze 啦要出去旅行的话呢，都可以塞下各式各样
样的东西。那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比如说你是上班族的话呢，对，里面一定会有什么？就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呢，外形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在里面，对不对？但是打开来之后你就知道了，一打开来，里面这边呢就已经是有很大份的一个 A4 paper 的一个文件夹在这里，所以把它整个抽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平板电脑，这平板电脑是加大的哈，不是那种小的。还有书本啦，笔记本啦，当然中间这边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安全的设计，当然就放一些我们的钱包啦，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文具啦，对不对？之后呢，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化妆包，也可以放在里面呢。还有水壶是一定要有的、啊，对不对？水壶啦、雨伞啦、啊、这些呢，全部都要放在里面。所以呢，你看一下它的隔层是中间、前面，然后呢，中间。再来我们的后面三个隔层这么多，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上班族的朋友们呢，只要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可以放进我们一个包包里面。哎，是的，当然说到保养这一方面呢，我们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啦，因为哦，我们作为上班族的女人的话呢，我们最担心的东西就是我们因为忙嘛，然后我们就冲来冲去，很怕弄肮脏我们的包包。今天前后我们的材质呢是非常非常容易来照顾的，当然一不小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饮料啦，又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汗水啦，有时候喝水的时候，雨水啦，对，就好像你早上、喝这个咖啡的时候 ，Americano 倒在我们的包包，肮脏了，很不 fashion。今天把我们的这个包包带回去，弄到 Americano 也不用担心，因为轻轻这样姨妈。没有人会发现到你把包包弄肮脏了， 对， 对不对？你就只要把那个湿纸巾拿出来，这样抹一抹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痕迹在上面啦、啊。所以呢，对我们这个女人来说是非常方便。今天给大家的这个 Lelia 呢，你看一下有两种颜色，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橄榄绿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焦糖色。当然，你今天是买一送三，因为再送给你呢就是三个包包这么多，包括我们的双拉链的皮夹，还有呢我们一个斜挎包以及我们的斜肩包。那是。最重要的就是呢，今天我们的套组非常的大，那我们价钱是非常的厉害之外呢，我们只有300套而已哦，所以不要千万不要手软，赶快就是拿起你的电话来买了，因为你看我们买一送三的这个优惠呢，就只有在今天，市价原本是299令吉，给大家节省了150令吉那么多，也就是说呢，你看14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非常完整的套组，而且限量300套给带回家，不要浪费时间，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呢要做的东西。马上拿出你们的电话，用我们的手机 application 把它抢购回家吧。是的，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The Cellini Lelia Top Handle 的这一个包包啦。你看，从2019年至今呢，我们就已经卖出了3000套那么多。哇、wow ！那最重要就是呢，我们的材质也是非常的好的哦。是的，我们使用的是高级的 Napa 皮革，因为呢，我们 The Cellini 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啊，所以呢，这个皮革呢，它触感是非常柔软和顺滑，不容易刮花，防水又耐脏，而且非常容易清理和保养。那最重要就是呢，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我们有超大的容量啦，可以容纳 A4。文件，那你们拿的时候呢，是更加的轻巧，更加的实用了。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双层的安全扣带呢，可以加强保护你重要的物品和文件，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哦。那最重要就是呢，再来看一看呢，我们的这一个包包呢，是每一个想要漂亮女人的秘诀套组来的。你看我们套组里面呢，首先有的是斜挎包，再加背带，再加一个小巧的斜肩包，还有一个双拉链的钱包。那我们的正品呢，是跟你的这个主要的包包呢是同一个颜色。你看正品总值去到了300多令吉，整个套组的价格也只需要149令吉而已，你敢相信吗？不相信的话，哎，最后300套的话，真的是要走掉了哈。所以呢，赶紧行动。动吧，千万不要错过了。